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《华尔街大师》，我是王志玉，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信投顾的分析师张大文老师，大文哥你好。我们可爱的志玉，亲爱的三立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大文哥，这个今天要带我们见证奇迹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这个选后，本来大家有点担心，因为执政党大败哦，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六日，很多人都担心说今天开盘不晓得会怎么样，结果呢，大跌之后马上就收脚，最后小跌69点哎。大文哥，今天的操作非常顺利，对不对？真的只有一句话了，恭喜大家了，真的恭喜大家啊！我想今天又是我们全国投资人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今天台股早盘开盘重挫了快200点，对。那这个我们在上礼拜怎么帮你规划？上礼拜怎么样呼吁全国投资朋友啊？我们这一波从10月份指数的部分，从8500、8600，甚至半个月前中韩 FTA， 大家记得吧？很多人又恐吓你了，说什么台湾将来会造成6500亿的亏损。我想半个月前，大盘从9100打回8890附近，8900，我们说拉回来再做多，一路从8500、8600、8900一路做多。上礼拜五攻到了9235，整个波段700多点呢。大家晓得指数是400点，就是一倍的行情。我们整个波段帮你掌握到快要800点的行情。半个月前的8900的加码多单，到上礼拜9235又是340点的行情。又要快400点。那上礼拜五我们很肯定的跟大家讲，我说这次的选举，执政党肯定会怎么样？很不开心，我想3岁小孩都知道了，这个法人都本来都预估嘛，6都赢2都嘛，但法人实在太高估我们马总统的这个马9%的威力了，2都了，差点1都都不见了，好在了，在新北市还，朱立伦还小赢20000多票。那最起码以后马总统还可以搭捷运到这个新北市去晃一晃啊，那最起码还是国民党执政啊，要不然很痛苦。Anyway 了，我们上礼拜已经讲了，整个波段涨了700多点，执政党选举肯定要很不开心，结果肯定是不好，那我们上礼拜已经讲，这个地方你要掌握到它的什么，不是多跟空的问题啊。整个趋势我们讲过，第四季也好 ，iPhone 6大卖也好。美国的 Christmas 还没有来哦，那 iPhone 6不仅第四季大卖，明年第一季还要大卖。台湾的产业供应链趋势向上没有改变的，整个多头的格局没有改变，但短线涨了700多点，肯定会有大的波动，所以常常做指数，很多投资人为什么做指数做选择权，最后搞得归零高，选择权搞到零啊，叫归零高啊。期货搞得倾家荡产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每天在赌多、赌空、赌大、赌小。今天真正专业的指数操作人，我们讲过，我们要赚的是波动嘛。你只要有100-200点的波动，我2趟就是300-400点呢。那我们上礼拜五怎么样建议大家，台指涨到9200附近，你在选择权方面要建立买卖权 put， 建立一个向下的修正的风险。上礼拜我们怎么样买9000亿的 put， 今天一天你知道赚多少？创造了4倍啊。哇，你丢10万就是40万了。哇，你丢100万就是400万，非要讲那么大，你随便丢个5万今天就20万了，开盘就买单。今天我们选择权卖权怎么样一开盘创造了4倍的行情，还没完了，今天我们的指数怎么样创造2趟的价差，创造了400点的行情。你有波动我们就赚钱，我要的是波动，我不是来跟你赌大赌小，但是该做多要做多，8500、8600、8900该拉做多一切拉回做多。但是上礼拜涨了700多点，我们说这里必有波动，那你要让利用它波动的这种特性，
来赚取它一两百点的价差。所以上礼拜指数怎么样？9200附近，请你要短空避险，选择权买进卖权，建立价差。今天一开盘跌200点，多开心啊！真的多开心啊！那再来，我们一路第一阶段，请你重压的瓶盖股，不论是红准，今天差一毛要创新高了，88.4哦。10月份70多块叫你大减黄金 iPhone 6概念股，我们重压两档，一个就是红准，一个就是郁金光。哎，10月份70多块的郁金光，今天收盘123.5，再攻涨停，再创新高啊！那怎么样？第一阶段的瓶盖股，我们上礼拜跟大家报告，不管你盛文老弟选完你开心还是不开心，不管你国民党大赢大败，我坦白讲，那是你们政治人物自己的事情。法人年底要干什么？要做账嘛。不管你今天连胜文赢还是不赢，对不对？结果现在大败，大败又怎么样？法人年底就不做账了吗？我们上礼拜请大家错过瓶盖股第一波段的大涨，我们请大家布局第二阶段年底法人做账行情的标股。今天挡挡涨停板，挡挡喷出啊！我们一一都请大家一起来见证，啊，让你亲眼见证张大文30年的操盘的功力，不是来跟你胡说八道的。今天不管开盘大跌还是拉起来，我们通通要掌握到每一个转折赚大钱的机会。来，全国投资人啊，我们再到了 KISS 城市、APP 城市。大户筹码翻红进货，你就向上全力做多；翻绿出货，你就放向下放空操作，就是如此嘛。掌握到筹码的变化，掌握到多空的转折，创造倍数的获利。哎，全国投资人，这一路以来，自己好好想一想。7月份从9600附近一路空，这已经是过去式。这1000多点，这里你要搞清楚，这里老森哥不是只带你赚这1000点的。第一趟空下500点，反弹500点，再空1000点，这里我们弄了快2000点的行情啊！但那过去了，我不跟你谈那个了啊。10月份8500，我说，对吧？大户筹码转多，全力做多啊。8501，大家很清楚，甚至8615，10月24号，一切拉回，大户筹码翻红 ，APP 城市拉回还是要做多，因为筹码再度进货，甚至到了。半个月前，11月19号，当天中韩 FTA 利空，台股再度重挫200多点，告诉你8892再度翻红进货。哎，邱投资人，到上个礼拜9235，你告诉我，光是8892的加码单，光是11月19号8892翻红做多，到上礼拜这就是340点啊。那上礼拜全国投资人。APP 城市，所有有 APP 城市拿出来做见证，短线又拉了300多点，短线翻多之后又涨了300多点，上礼拜9210再度怎么样翻绿出货调节嘛？你骗得了人吗？啊，人会自己在那边瞎掰，你懂吗？看空的就天天看空，看多的就找理由，电脑他不懂，懂不懂？所以人是很大的毛病，硬凹嘛，这是。对不对？马总统这么挫败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一意孤行啊，人不要自以为聪明。所以我劝大家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劝以后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也通通买我们的 APP 城市，好不好？不要硬凹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不要硬干，对不对？搞得下场难看啊！9210再度翻绿翻空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上礼拜又大涨了，短线又拉了300多点。波段单涨了700多点，那来到9210，既然出现了空讯，那所以我上礼拜讲得很清楚嘛，高点9200附近一定要懂得避险操作嘛，涨了700多点，选举的不确定因素，而且摆明的执政党要大输，摆明的要输嘛，哎，台北市都知道要输啊，台中也知道要输，我上礼拜都告诉你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嘛。那既然政治选举利空，那涨了700多点，再来不确定的因素，肯定有大的波动。那请问你往哪波动啊？今天如果是跌了700多点，那当然有机会反弹。那涨了700多点，
再来执政党面临利空，那肯定要有拉回的波动嘛，这道理很简单嘛。所以上礼拜告诉你9000附近一定要懂得避险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上礼拜一开盘9:07，上礼拜五我们8900加码多单大涨到9200附近，一定要懂得利用小台子做锁单套利的动作嘛。什么是锁单套利啊？你8900的加码单涨了300多点，你一定要利用小台子去打空单嘛。嗯，你买了8900空在9200，你会害怕吗？不会。对，当然不会害怕啊。我稳稳的把这300多点煮熟了鸭子，我不要让它飞了嘛。你懂不懂？但很多人做期货，每天就在赌大赌小，你就会害怕。嗯，今天你下面8900，你不做多，涨到9500叫你空，你空得下去吗？嗯，你也惊啊，你知道不？嗯。但今天你买在8900，跟着我一路做多，到了9500叫你空，你当然很开心啊。嗯。空一口就是300多点，空两口就是600多点，我怕什么？空100口我都不怕，因为这叫做无风险套利。嗯，懂吗？所以做期货，我希望全国投资者做期货，你的观念要正确，要有操作的策略，要有配套措施，不要每天到了一个抉择，哦，涨了就想追多，跌了就想杀空，每天在稀巴烂赌大小，十赌九输啊。嗯，我看了一辈子，我看太多了，啊，所以跟着老森嘎操作，不论在指数方面，我们尽量利用这种无风险的套利，多开心啊，对吧？8500、8600、8900，该做多你就做多啊。嗯。来到9200以上，你管他选举谁赢谁输，涨了700多点，你就给他避险套利，给他空下去，上下把它锁住。嗯，你管他谁赢谁输，对不对？这波段700多点的，短线8900、300多点的，把它牢牢夹住。哈哈，我管你往哪跑，对吧？你崩盘最好，崩盘我们空单我们再来回补，对不对？所以9200以上把握避险，把握短空，利用小台子，你同一个户头就可以空。对不对？甚至上礼拜12:49，我们选择权也出手，选择权买进9100的卖权 put， 当时在20多点嘛，29点通通买得到，后来还跌到27点了，你20几点通通买得到，是不是啊？不仅指数方面9200利用小台子避险，选择权卖权我们也单买卖权，哦，才20几点9100的 put。哎，你看看今天一开盘多精彩啊！一早开盘打到8991，你告诉我9200附近的短空部位，一开盘这不就200多点吗？这送分题吗？你看我们今天一早啊，8:47，8:47全国投资人一开盘就崩200点啊！台子9100的卖权，上个礼拜五在29点的介入，今天大涨到100点了，最高还102点了。分批获利回补，哎，涨几倍啊？你看得懂吗？选择权不是随便出手的，我们有时候2-3个礼拜才出手一次，那不能天天做啊。嗯，哪有天天有这种大波动？但是大波动之前你要布局，了解吗？上礼拜20几点，今天开盘100多点，等于是20几万变成100万了，你懂吗？嗯，是不是4倍的行情？多开心啊！但这选择权不是随便出手的。要相当的专业，相当的经验啊！恭喜大家，一开盘29点跌到100点，涨到100多点，对吧？最高102，大涨4倍，赶快回补8:47，还没完哦，9:02，台指上礼拜9210的空单部位避险部位下杀9000，有没有？一早不是下杀9000吗？是吧？是不是200多点？下杀9000，空单全数获利回补，反手翻多，哎，全投资人。反手翻多之后，又急拉了快190点，上礼拜的短空避险套利部位200多点，全数回补，反手翻多又拉了190点。你告诉我，今天光这两趟，400点了。你不要说我厉害啊，我们看了30年了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上礼拜我已经跟你笃定了，必有大的波动。那既然有大的波动，怎么样选择权，利用卖权？怎么样？指数利用锁单套利，今天指数两趟不就掌握到400点？选择权是不是？是不是掌握到4倍？这不是很开心吗？再来我们的股票，那妙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最后收盘还是大跌60多点啊！我们一路以来8501大减黄金，第一阶段重压瓶盖股，
重压玉军光，重压红准。上礼拜告诉你，第二阶段你要锁定法人年底作战股，对不对？先不管国民党赢、民进党赢，法人才管你那么多啊！他年底要做账是为了他，不是为了你蓝还是绿啊 ？Understand？ 啊、哦，对吧？这个十月份，那全世界告诉你崩盘，我说怎么样？苹果帮大忙，九月外销订单创新高，重压红准，当时72块，啊，一路重压，一路大买，上礼拜高点88.5，啊，16块，10张就16万。20张就30多万喽、哦，就张老师啊，今天开盘崩盘，国民党垮了，哎，对啊，今天红准高点88.4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今天88.4是什么？差一毛又要创新高了，啊，红准很多人嫌它很温，哦、啊，告诉你这种是大波段的操作，啊，红准一路我就告诉你，它一路以来怎么样？这一个月以来你看，一路以来从来没有涨停板。他不像玉军光这么凶悍了、啊，没事就喷给你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郭先生的股票嘛，他不会给你那样乱搞的啦。像以前台塑，对不对？这个王永庆啊在的时候，那台塑股票不大会飙的啦，你懂吗？啊，但是他们趋势无法阻挡。我说这一路他不会涨停，但天天涨不停，对不对？今天差一毛又要创新高，哎，今天台股是一路崩了快200点嘞，啊。再来呢，送给大家的玉军光，从十月份大跌捡黄金，从70多块上礼拜飙到119.5，对吧？今天一早，好多投资人，郑老师，那个台股崩了200点呢，是啊，哎呀，崩盘嘞，哎，怎么搞玉军光呢？啊，又喷出又涨停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再创新高，续喷，哎，10张已经快50万了，你十月份听我的话，10张就快50万，20张。就要快100万了，大叔朋友，跨屋啊！这我们第一阶段重压的 iPhone 股啊 ，iPhone 一号跟 iPhone 二号，对不对？玉军光，再来无线充电送给大家的迅捷，这一个月来涨了多少？涨了40%啊！啊，还没完喽、哦、啊！再来了，行动支付一路跟你报告的行动支付商机，谁 ？NFC 智冠跨入了第三方的支付。同时，手机的游戏平台商机爆发，啊！告诉你，智冠今年前三季的营收已经突破去年一整年的营收了。那中国大陆解禁游戏14年来首度解禁，本来智冠就是游戏概念股，再来它积极切入支付宝。那大家知道，现在全世界最夯的就是 Apple Pay 跟阿里巴巴的淘宝网、支付宝。那开玩笑，那余额都是上兆的。所以跟大家讲，现在你不要小看这些网络电子商务公司，它已经不是科技公司了，已经是庞然大物的什么金融大怪兽啊！你知道吧？现在淘宝网很可怕、啊，余额2兆多，你钱在里面，它给你利息，搞得银行都快活不下去。我跟你讲，苹果 Apple Pay 也是一样啊！啊，好，那智冠从70块告诉你，大户筹码翻多了，啊。上礼拜哎，攻到90哦，涨了快30%哦。哎，张老师啊，今天台股崩盘呢？哎，对啊，崩盘呢，我晓得。全国投资人，智冠呢？今天呢？差点又要喷涨停，又涨了快要40%了。智冠会到哪？这都是一路跟你讲的股票啊！啊，红准跟你谈了一个月，玉军光跟你谈了一个月，智冠跟你谈了一个月。你都亲眼见证了，好，那再来上礼拜跟大家报告，你错过这些股票，接下来年底法人作战行情，上礼拜特别叮咛你，这档股票云端资料的商机，我特别跟大家报告，这档股票它2大客户，一个美国的 Facebook， 一个中国大陆的阿里巴巴淘宝网，够不够？啊，我对不对？我是上礼拜，我记得我在自愈的节目还特别请大家报告，这档股票你给我报好，真的你给我报好，啊，哎，现在 Facebook 大家晓得吗？对吧？在西方是 Number One， 需要大量的云端储存的资料设备，那阿里巴巴是东方的 Number One， 结果这家公司云端资料大厂，它打入了脸书跟阿里巴巴，光这两个客户它就吃不完了啦。
所以上礼拜也告诉你40多块刚刚向上翻多，股价仍将续喷啊。那张老师啊，今天崩盘那一开盘，全国都是麻烦你看一下，今天台股崩盘，这档法人做账股今天呢照样再喷涨停板，你看到了没有，多可爱啊，赚钱有很困难吗？哦，今天真的还能讲什么呢？今天不管你怎么样的波动啊，今天选择权我们掌握到4倍的行情，指数来回价差两趟掌握到400点的转折，股票不论是玉金光，不论是智冠，对不对？以及法人作战股这档云端资料全面再喷涨停，再创波段新高，连红准今天差一毛又要创新高，继续喷啊！所以年底作战行情还是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改变的方向。那全国投资者想要赚钱的，到农历年底前还是好好的把握，跟上我们这个年底法人作战行情股，赶快跟上。好，非常谢谢大文哥，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喽。那么其他呢，还有哪一些这个大文哥轻挑细选法人的作账标的？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专注让华信投顾投资观点加倍清晰，我们拥有掌握重要投资的强力经验，包括股票、期货、选择权都能够以绝佳的专注力建立投资优势。圆梦专线02-2392-3988 2392-3988。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，汇率升贬到底代表什么？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互动式的财经平台，带您深入探索每个资讯角落。全新改版，内容升级，敬请锁定三立财经台1900财经新闻。喝一杯咖啡。对老板。好了吗？我觉得提案的组合用火焰来呈现比较好。你总不能每年都火火火啊！到现在一点进度都没有，回去再想啊。你又喂食到逆流了吗？提案压力大，熬夜只能靠咖啡。来，你的极味服饰定。胃食道逆流，极味服饰定，一定搞定。18年前，父亲当掉一生最珍贵的。多谢晒。18年后，儿子只想赎回一切。一张当票，藏着父子间的秘密。即刻搜寻，当不掉的记忆。Monico， 小心你的老毛病又要犯喽！老婆，吴大威，你哟，喝咖啡吃甜食，难怪会胃食道逆流。像我啊，随时都准备好极味服饰定，胃食道逆流，极味服饰定，一定搞定 ，Speedy。Moses Ramesses， 神鬼战士名稿，史诗巨作。My control. Who are you talking to? God. I am a god.12月10号周三，出埃及记，天地王者。谢谢你的支持及默默陪伴，谢谢你守护我最爱的家人，谢谢你105分的付出。你的健康，你的权益。喂，1950我们用心保护。合法聘雇保障雇主外劳权益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关心您。好，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继续我们要请大文哥带我们看看哦。那么接下来作账行情还可以怎么挑标的？好，跟紧了啊，行情还是好得很，我跟大家讲。好，买主流，掌握基本面、筹码面哈。我们一路送给大家，10月份你看外资调降瓶盖股，我说红准你跟着我买就对了，有没有？上礼拜88.5啊，张老师今天台股崩盘，嘿嘿，88.4，差一毛又要创新高喽，你要安全带绑好，好不好？红准会飙到哪？跟紧我们的脚步，再来，对不对？获利暴增90%啊！哦，外资你看买了6万多张，11月，哎，我张大文什么时候叫你买的？我10月啊。好好想一想，我这个老师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对你们真好，我告诉你。再来跟大家报告玉金光，有没有？10月份大减黄金，上礼拜19.5，涨完了没有？今天照样涨停，
再创新高，快要五十块了呢，五十块呢，十张就五十万呢，啊，有送不？再来无线充电有没有？迅捷18块，哇，砰，一个月涨了40%，去哪找啊？这都是我送给大家的啊。再来行动商这个行动支付的智冠，从70块，今天又要涨停了哦，涨的都要快40%哦，你看看，挡挡喷呐、啊！我们今天台股最后重挫，我们股票挡挡喷呐、啊，还没完呢。阿里巴巴打入脸书、Facebook、阿里巴巴供应链、云端资料、法人做账啊，大户筹码翻红了，今天再喷涨停，再创新高啊！再来这档 iPhone A9 的商机，苹果啊，这个 A9 处理器，照这个明年10纳米的话，肯定应该又是台积电拿到。那这家公司的它 EUV， 它是这个晶圆制造的重要的机台，打入了台积电跟 Intel 的供应链。那很多人不知道 EUV 是什么东西，我解释一下 ，EUV 就是晶圆制造的机台。我只告诉你它一台的造价多少，你坐稳了，不要摔下来了。一台 EUV 的造价台币36亿，哈，厉害吧？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家公司，它的 EUV 打入台积电跟 Intel 供应链，一台造价30多亿啊！你不要以为那是什么啊普通的机器啊，好不好？那法人又做账了，今天也才刚刚喷出，刚刚喷出，赶快跟上，刚刚喷出啊！听我的话，再来这档高速传输，上礼拜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报告，5开头9结尾的打入 Intel 还有 AMD 的技术合作，自己看看。今天已经飙到178，又喷了快50块了，好不好？那好的把握，8501大减黄金，错过第一阶段的，第二阶段法人年底做状股，凤翔起飞，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。是，好，非常谢谢大文哥哦。那么这个要赚钱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哦。那么这是今天的华尔街大师，大家明天见。